教官，免礼个。啊，保管秘书，卡板卡板料。哎，打坐。好、啊。敢讲了吗？敢讲他。包东马亮。万尼，我通通忙。阿童每次对货的时候都要问时间和路线，那次他是骗我说货放错的了，说要追回来。我说了这个事情不管你，人过有名。哎呀，你不管我我就发现了，要不觉都睡不着。有大说那个中国人找得出他，看起来嘛跟敖包差不多大。你哪样意思？马包赶来的时候头几趟跑的也是毛光山，我就是觉得有点巧。巧？他这一趟完全不是那回事。这段老师了嘛，死丢就死丢的了。这个狗日呢，像一小娃真死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那这头葛先红的是他们就是他自己的了噻。我这发现的，我就想挖旧的。这头石头呢，本身就是你的，所以我拿过来给你。马老师这个人了嘛，来的你暗示沾着些事情了。小兔子来你办公室上偷点东西，这大老师打了鼻歪眼线了，话都讲不出来。因为是段老师给那小兔子药吃，他不想着别人认的，更不想着你认的，可晓得吧？明天排除三号矿井二次坍塌的可能，公司会把段氏捞出来，为他处理后事。从今天开始，甘婷就是你们的监工，大家要认真工作，好好赚钱。关师傅啊，不太放心，要自己来检查一下。哎，你的东西收的怎么样了？我没啥东西，就一包，还这个，都收拾好了。那个宝石还是，谢谢。哎，不客气不客气，是你的它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送给你你也拿不走的。这个道理呀，段氏不晓得，甘婷也不懂啊。吴老板，段氏不是去救那个孩子？你个小偷不行吗？怎么回事？路上设了临时找卡，专拦我们矿场出口的车，耽误了太久，没走到医院人就断气了。行啊，我就先撤了。哦，您慢点。哎，Oh.
瓦萨里，瓦萨里，瓦萨里。是那临时找的，完了，我们广场就不认车，没得到医院就到此。行啊，我就先撤了。哦，你慢点。慢点走。喂，老虎迷为了聊蒙腾山。没有了。咱不能停着，我先加油去啊！老虎迷为了聊蒙腾山，加油加油！我一会儿就回来。哦呦，你哪聊？有人吗？哎，有。咋走的？咋买咋买。在哪儿呢？喂，我靠，出事了！啥子事？昨天晚上我还看了眼那油表是满的，我今儿刚开出来没几公里趴窝了，我油让人放了，我他妈让人盯上了。你现在到哪地儿了？我不认识，反正我找了个卖油的，我跟他加油呢。那你抓紧时间上车，之前咋个进，现在咋个出？我出不去，我告诉你，现在关口查得特别严，我一会儿加完油我就直接回矿场，你们上那儿接我去吧。回矿场啥意思？你是真不知你装不知道啊？吴海山这点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吧？我知道你们让我来干什么，不就把那东西给你们带回去吗？你们还让他把那东西藏傀儡里了是吧？我都知道。但现在这情况就是，全世界都盯着他，所有从他矿场里出来的人都得查一回。昨天我听说有一个伤员从那儿出来，愣生生让人拖死在半道上，都没找着诊所。说话呀，怎么着？装什么死啊？陈星，你们的情况确实超出我们判断。这样子，我现在去关口等你，我们见面说。你要想找我，要想要这东西，你就赶紧上矿场来。关口那个方向，我是根本不可能去的。我说因为这事死了好多人，这事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他妈，我的命就不是命吗？哥，刘进来了，啥子？从出矿开始，一直跟着我，他们都见。喂，老爷。老兵三哥，
红头巾不应该是毛帮的人吗？再说姚帮我警惕他，你老毛病就犯了吗？太香了，怎么太香了？当初毛爸就是这样子，打了电话，突然就出事，出事电话就……他欠我100多万，连个领都没帮我跑出来，顶不该我以为一个人，就是因为你这张脸，谁不认得呢？ 哎，蔡叔啊，Are you okay？ 中国人，啊，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忙？我想找一个达班的电话，但我不认识，您能帮我找找吗？一个物流公司。 谢谢啊，物流公司。那，好，谢谢啊。
前那些看你爱秀，都不好意思。我跟我兄妈打个戏。我跟你讲，家境的事情不可能这么顺的。先冷静一点吧，大风现在是要慢慢练，好吗？所以现在帮云逸，你先做哪张？先做哪张？这他妈根本不够啊！我跟你讲，你莫跟我讲你们是老板，不要是卖卖利息。今天干啥？今天必须你来赔。以前嘛，刚刚李友比生意估计现在是有一个，要谈下来钱的，不借还给你也算老板。哎，这里是安全吗？哎，是王安全吧？我是沈星。咱俩前两天在市场刚见过你。哎呀，沈老板，你回复啊？有什么消息你讲？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你个事儿啊，红宝石能卖多少钱？红宝石既要看你多红啊，要看城市啊。鸽血红。鸽血红啊？尺寸呢？豌豆那么大吧。豌豆那么大，卖的有3万美刀这样左右，没有问题啊。陈老板是要出手吗？那拇指那么大的呢？拇指那么大，割血。不行，老板，你从哪里搞掉拇指大割血？五海山官场那边。指大的值多少钱？140万有吗？140万，是那么140万呢，差不多。我需要看到信后我才能信。喂，老板，干嘛搞电话？知道吗？你听到没有？我等心意谈下来之后，你那钱还是要钱，我不随随便便还你翻倍还给你啊，是不是？啊，我电话我是做什么的？我是鼻子最灵巧的，整个西边市场也有我闻不到的消息啊！他在哪里，我会不知道吗？是不是？我是不是会第一个知道的？放心。啊！市场那么严，你跟我气气不？老子跟着你啊！你莫跟我说话呀、！OK。那我们两个不能走起，我打个车可以吗？只有一本书，但是这车烂了，只剩一个空壳壳，里面一样都没得。估计跟之前烂车的是一拨人，下手越来越重。现在车里的人情况怎么样？Ma perché noi noi? Đi khai anh chàng bởi lại. Em mới gắn chú nhỉ. Bạn đi đi, bạn đi đi. Vũ Trọng, 2 chàng xì đi, mấy đề chì lọ. Trung Quốc không phải chế sẵn.这是拆书的人，他不能不明不白，你得走啊！说他最后一个电话是在附近加油站打的。人到了，
着急。粒石头冇咗啦，人呢？哼，两个唱高戏嘅死咗啦，沈星唔见咗，吴海山话派人帮我哋揾佢。他掉我哋佢走啊！我亦都会派人揾佢，你放心。点啊？冷柜嗰啲事搞成点样？嗯，啊。老三老婆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全部拉去磨坯做准备。啊。安全，还是我。知道知道，我一直在等沈老板的电话。怎么样？你帮我问了吗？有能出手的吗？当然啦，这才是我的本行。过一次好机会，我要先看神色不一样的价格差的人啊。你是要我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建议你吧。我找吧，我找啊，我知道。我现在就在关口旁边，那边有一个集市，好吧，咱约那儿见。行的。我在路上十一分钟就到啊。啊，行。星星点地方人也太多了吧，看你先。一点点，这手这么大呢？不止这么大的，我含住了，那个我藏起来了。是在这儿。完了，吴海山那块地几年，全世界都在找你，不是让我看到实物，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那你自己都知道，全世界都在找。我要没有，我编这么一瞎话有什么用啊？引火上身，我是疯子。有些时候，有些人干张皮老老实实的做出来事情，忘记了。我跟你讲，我一个是你的话，我肯定把它先藏起来，等风头过去我再卖掉。我跟你情况不一样，
现在非常非常的急需用钱。什么意思？我在三边坡呢，欠了一个大哥一大笔钱，然后我舅舅还找不着了，我把他的那个工程设备还都抵押了，我得赶紧拿钱把这设备赎回来，再把我舅舅找着，再带着他回国，这全是要钱的事儿啊。真的假的？讲的这么可怜的呢？你爱信不信。等信。这样，你刚才电话里面借140万，我接上去的信。你现在跟我去洗钱，一手接货，一手下线。你先等会儿，等。你坐。140万不假，这是刚才打电话时候的价钱。不是，你现在要怎么样啊？你听我说，这是一块国宝级的石头，那矿业部都在找，你觉得就值140万？几百万肯定是打不住，你吃不下这块石头。我的意思是，不是挺好吗？不是认识人多吗？你给我找大买家，你在中间当个中介就完了。到时候卖多少钱，我分你两成还不行吗？两成不至不少了吧？不信我该不信。我看你是疯子吧？那石头都在我这儿，我费这么大劲弄来的，你动动嘴你就要一半了。我说这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我给你你也拿不住。陈老板，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吗？不容易做啊。首先你在摩岗山你就出不了手，这边全是矿业部的出席盘口的人，只要你有没有帮你就这样，你只能到大起人边境那些交易量大的档口找那些欧洲卖家才卖得出去啊。行，那这样，我再让一声，好吧？37K。你到了关口再给我打电话，就说明这边的生产等级非常高，你没有我你吃不起。不是我不就死要钱？嗯，就得对半分是吧？对。行吧。问问别人，上次就上不了了，了解。46K。啊，这里有啊。交车就是跟你了，你要怎么上来？我瞧瞧你，我做的。你夸了嘛？瞎闹就闹，瞎闹就反正走个。听我讲，只有人要给我买过血痕呢，大家都在鬼才给我，他在利用你们呢。买东西？过血痕？我还啥骨头了解？有五次头老板。关口和某县长那边呢、啊，这是唯一一条可以出去的野路。你从这里下去，拐到这边有一条很长、很长、很老的一条索桥啊。看到人了吗？很少人知道这条路的，他们就是那个村里面那种农夫出去做买卖、交易才会走这条道。看到人就放心了吧。只要有人走，我们就可以走，不用担心啊。那过了桥，再走多远能看见公路啊？20公里。你要带葛喜恒的话，就跟着那几个女的阿姨就过去了。走过来。走过来。怎么回事？不是这边一般不会堵，不会砸的。这魔矿山就是一死胡同啊！这怎么出去啊？这河有窄的地方吗？窄的、浅的那个地儿，咱能趟过去啊？
不用汤，我知道什么时候关口出去啊。军啊，没得人帮工作的吧？一个都没得。那东西就是他们抢的，然后又开始内斗了。多办事呢，加油站的人说他们早就动手了。哎，那个中国人找到了没？如果他们已经开始内斗，中国人应该没得那样危险了吧？可还要找啊。那这样，你现在马上给我去西边市场，把消息放出去。从今天开始，给我死盯每一个档口。韩权，你还真挺有门路的啊，庙里都认识人，人家还真愿意借给你。当然了，我是谁呀？这边我跟你讲，底气又是一等公民来的。那不是，衣服换上了，咱俩头发也不像啊。关键是这个，有了它，我们就是真比丘了。写的啥这是？你管这个就是法号，这也不像啊！新哥，你相信我的嘛？在这边，不管是政府军还是明帝武都不敢碰的，他们绝对尊重他的。当年那个叫什么波邦将军啊，势力大呀、啊，杀了两个比丘之后，直接被拉下台哦。走，出发。那个东西演不演呢、啊？不远，就是关口旁边那个沙场。不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放在那里，人走走来来，不就发现了、啊？没事，你放心，那有个牌子，我藏那牌子底下了，没人拦。真的是，你还能骑吗？不是，那比丘能骑摩托？怎么不行啊？上车啊！哎，等会儿，咱做戏稍微做个全套行不行？你这还黄毛呢，你然然。放心，新哥，明年你上千万。还三叔啊，既然是这个情况，就不用费心了。哎，三叔，感谢体恤，不过身心是您的人。说不费心就别惦记了。按说的婚礼没几天了，最重要的是把东西找回来。你刚才说的红头巾是什么来路的？是雇佣兵，下手最脏的一帮人，能够进出关口啊，那一定是公安部安排的。东西呢，我肯定会继续追，但是，估计二叔的婚礼是赶不上了，那我会想其他法子的。嗯，没事，麻烦你了啊。安全，我买口吃的去，咱路上吃啊！你等会儿我啊。
我就想提前切的，你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个是山老板。星海，你倒是难跑呀，动不着洗脚去了不？让开！我让你在这那样。哎呀，我想说，提前就找到再去给你，这么大个东西。让开！ 我白杀气，我再不来，我白杀气。可是嘛，我动作那一，好完蛋。 兵怕，电话皮啊！兵怕，兵难在你，不到啊！兵难在老，给来动下，要么再不在。来，来。我做嘛？龙皮城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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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吃汤面。
着闹的呀？我知道，东西在闹的呀。小懒事，这里的啥意思？看那样，抓去！喂，来这里！喂，喂，哎，快抓住！老吴子，你看干什么子了？我看见了满车的帝王鱼啊！我嘞，哎，你要么子我把你买么子，我把你买房子嘞，哎哎，我把你买车子嘞，你有么子事可以打噻，哎。你又敢不肯原谅我了？哎，哎，哎，老吴子，哎呦，你，哎呀，我帮你买车子啦，啊，我帮你买房子啦，好不好？啊，老吴子，好不好？哎，啊，过后的地方你就不要了。哎，你看，妈这里做的你，我帮你买车，你原谅我好不好？你不要个这过后的东西，哎。帝王鱼啦！哎呀，这是。咱说，你看。问题在哪儿？给我们东西都是坏的，完全直不起愣。你查过没有淘汰工？差不多。过分了吧？二手刷个漆就敢卖全家？蒙上的采购当我们是傻子吧？咱说兄弟，现在货还不多，换一个供应商还来得及。问边个都一样的啦，上边帮边个唔差嘛，唔好晒气啦。咱哪都冇分开，每台都差点刷针的效果。哦，翻去。再查睇边台可以用，可以用就用，唔可以用就推。好、啊。啊，穷地方，就是饿鬼，见不得一点钱。来说，申请还什么的消息噶？老海山边省功夫，佢派某个手下及住三边坡所有嘅档口当粒石出。我妈估计他肯定也没得时间去招人啦。咁咪同你讲咗，安排咗人去揾咯。你緊張咩呢？我都發覺你係咪當初個兄仔係麻煩？
我只是觉得懒羊都没挨他说，心里觉得。你喺电话度话翻去搵吴海山，那为什么拿到石头后就不回去呢？不敢，盯着他的人太多了。那你没想过联系我们？想过，可我不认识这儿的字儿，找不着联系方式。怎么发现的？回来的路上，无意中发现。无意？哎，你自己谂到噶嘛？点解唔认啊？说你脑壳聪明，你就认了嘛？真是无意中。你知唔知粒石头好值钱噶？知道。那没想过据为己有？我这趟磨矿山，跑的就是两趟边水。一趟，一百趟。是因为这块石头值那么多钱吗？石头的价值是人赋予的，值钱的不是石头，是人。蔡叔。那我能斗胆跟您提个要求，我想用这100趟边水换您一个面子。我知道您在三边坡树大根深，交友广泛，凭您的面子问出我舅舅在哪儿，应该轻而易举。丹托讲你个手机唔见咗，你又用呢个啦？喊你拉倒你就拉倒嘛，想啥子？大部分兄弟都用这个。谢谢蔡叔。还有啥事儿？我们确实没想到你们这么危险。没事。谁要吃晚饭？虽然说没提前跟你说，是怕你小弟太多，反而露出了破绽，到处出不得关。是怕我私吞了吧？我理解，你们有自己的道理。嘿，赵警官。喂，赵警官，喂，嘿，唐僧，要个给，要个给。
喂喂，哎，咋了？有我舅消息了。有消息了。几十块，但那些潮流搭配灵感都从老子们的身上来，再变成所谓文化高价卖单。老子们才是街头艺术家 original， 真正的街头艺术家 for real the。老子们才是街头艺术家 original， 真正的街头艺术家 message the。哥们儿晚上约在夜总会，场子里挣钱的花钱的都打招呼，早就熟门熟进在这儿的每一家夜总会，不是逼不得已的人谁会在这儿找出路，人善被人欺我也怕恶有恶报，剩下钱该咋挣全靠敏捷冷静会来事儿和胆大，这是这里唯一能治穷病的药，该送的送进包厢再领杯泡鲁达，那口味地道比得过伏特加，喝完吸管叼在嘴上，那 pose 感觉是真棒，从头到脚没有一样是花钱买的，但身边围绕的姑娘们都把我叫做 handsome， 脖子上的宝石耀眼，脚上皮鞋锃亮，问我 where you came from， 土生土长的波邦仔，我可以为你消费，也有路子让你 get some money， 看你怎么想。 T 恤都在农贸市场买，裤子也不过就几十块，但那些潮流搭配灵感都从老子们的身上来，再变成所谓文化高价卖单。老子们才是街头艺术家 original， 真正的街头艺术家 for real the。老子们才是街头艺术家 original， 真正的街头艺术家 message the。短裤花衬衫和人字拖，这是我没空泡妞时的穿着，跑点别的活儿，卖点挣钱的路子和招。我说小钱也是钱，从来不装清高。想做生意打我电话帮你敲门，不是大佬但大佬们都是熟人，油门一轰畅通无阻，魔矿冲到麻盆，你能把世界过来我就能帮你还魂，神通广大的抄的都是小道，玩的不是硬核哈索风格叫做巧妙，文能跟你探消息，武能帮你挖宝，可以当你手下跟班也能合作外包，找我就对了，保证流程安全，免贵姓王这是我的名片，哈，安全。你看这条山路它曲折蜿蜒，没人帮你带路，老板不够安全。 T 恤都在农贸市场买，裤子也不过就几十块，但那些潮流搭配灵感都从老子们的身上来，再变成所谓文化高价卖单。老子们才是街头艺术家 original， 真正的街头艺术家 for real the。老子们才是街头艺术家 original， 真正的街头艺术家 message the。